你想不想让那些模糊到没眼看的图片瞬间变得清晰？告诉你，这种 AI 黑科技不仅能让你的照片大变样，还能神奇的修复那些旧的掉渣的老照片，瞬间焕然一新，完美无瑕。今天我要分享的工具可不是什么平常物件，跟其他 AI 修复工具完全不一样。那种普通的图片增强工具只会让画质稍微好一点，根本不会关注啥细节。而我接下来要展示的那真是神器，看完你就懂了。因为这个 AI 工具大大的提升了成品最终效果。如果你也想把你的模糊的图片变得清晰，或是修复老照片从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，那么请保存这期影片反复。Hello 啊大家，今天小 V 推荐给大家的工具是 CodeFormer， 它是一个强大的面部恢复和增强工具，实现高精细的人脸修复。它的功能是利用 AI 修复老照片，还有高精化的面部修复啦，以及面部的色彩增强与恢复。因为这个是一个开源免费的工具，大家可以在 GitHub 上将 CodeFormer 下载到你的电脑中使用，但这就会对你的电脑配置有一定要求了，尤其是对显卡要求比较高。那没有强力性能电脑的小伙伴就不能用了吗？放心，我们只用在这里点击 Hugging Face 就可以在线使用了。小 V 会把这个工具链接放在视频描述与置顶评论当中。 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CodeFormer 是怎么操作的吧。点击 Hugging Face， 我们来到 CodeFormer 操作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工具的界面是相当的简洁了。左边是你需要修复的图片，那右边呢就是成品图片了。在下面还有几个调整选项，这三个分别是面部提升功能、背景增强功能啦，还有面部采样。下面这个二是代表双倍提升画质，它最高可以设置成4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个选项，往左边到0表示更好的质量，最右边的1表示更好的面部细节。好了，我们把一张模糊到无法形容的照片扔进这工具里，设置全靠默认值，啥也别动，然后选择修复，等待几分钟，我们来看看效果。简直不要太简单，修复后的效果你眼见为实，画质那叫一个清晰，虽然还是有点小瑕疵，但效果明显好得多。这个工具修复细节简直逆天，特别擅长修复老照片。你可以上 GitHub 下载，不收费，啥都挺详细。如果你懒得搞安装，不想配高端电脑，那用 Hugging Face 来操作绝对是你的救星，在线工具用的不要太爽。它通过云端显卡运行，省去了本地硬件的麻烦，操作那叫一个简单快捷。视频里展示多张修复后的图片，效果细腻到你目瞪口呆。 CodeFormer 除了电脑上可以操作以外，难得的是通过 Hugging Face 的云端部署，咱们还可以在手机上来操作，这大大的为我们带来了便利。小 V 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效果。在手机浏览器里打开 CodeFormer 的链接，同样是点击 Hugging Face， 来到操作界面，我们选择一张图片，还是默认选项，点击开始，稍等几分钟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另外这个 CodeFormer 工具还能修复视频，不过过程有点复杂，我在未来的视频里再一步步教大家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觉得有帮助，狠狠的来个订阅，点个小铃铛，支持我的工作。我会为大家推荐更多更有趣的工具干货视频。好了，我是小 V， 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